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 NoSQL 它的一些背景，我们怎么样从关系数据库切换到了 NoSQL 这样的模式？我们从原来的这种 schema 的这种数据描述切换到了利用分布式文件系统进行数据承载，然后来进行这种不能保证严格的 CAP 的这样一个数据存储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下面会来看，我们使用了这种模式之后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那么第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它的成本比较低，因为这个 NoSQL 的今天的这种开源系统，通常它基于开源的这个模块，基于这种可以直接购买的这种服务器设备以及其他的这种硬件和软件的设备，所以它本质上是有一个开源社区来支持的这样一个架构，成本比较低。第二，它的数据可以分散到系统中的各个节点，有一定的这种可扩展性。那么这也是由它底层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底层的这种数据处理平台 MapReduce 或者是 Spark 它所决定的。然后它有一定的这个可分布的这种性能。那么我们之前说到，在 MapReduce 或者是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 中，那么整个系统的可扩展性实际上是一个 scale out 的模式，也就是说，当我添加新的服务器、新的硬件设备之后，它的这个 scalability 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扩大。那么由底层的这个系统决定，所以它上面是有一定的这个可扩展性。同时呢，它有这个对于这种 schema 并没有一个非常严的一个要求。在 NoSQL 里面，它的数据承载是一系列的文件，那么这些文件实际上并不要求在传统关系数据库里面比较严格的这种表格化的数据结构、数据模型这个类型化的这样一个数据的这样一个描述。同时呢，它还支持一定的这个叫做 relax 的这种 CAP 的这样一个保证，也就是说，在我保证一定的这个数据 partition 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依然能够保证一定的这个数据的一致性以及数据的可用性，所以它是渐进的、逼近的这样的一个 CAP 的一个保证。那么我们在 NoSQL 里面有了刚刚说的这些优点，那到底哪一些缺点是它目前还没有办法克服，或者说是我们使用了 NoSQL 作为我们的这个数据仓库、数据平台之后，我们有哪一些性能或者说哪一些操作是我们不能达到的？那么我们看看我们到底在这里面放弃了什么东西。首先，我们不能做在关系数据库里面表格、数据库之间的这个 join 的操作，因为它要求强的这种 schema 的一个数据模型，那么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做类似的这个 group 和 order by，那么他们也都要求表格和表格之间进行并联，进行这个schema 化的这样一个操作。那么还有一些复杂的这个 circle 的命令，可能在我们这里面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有效的支持。当然，今天 NoSQL 衍生出的产品也支持了类似于circle 或者说更加精细的这样一个数据查询工作，但是本质上它依然受限于刚刚我们说到的，比如说数据的 join、数据的 group、数据的 order。同时它的在发展之初，它的这个编程的环境也不如 SQL 那样友好。当然，后面的这两个缺点，在今天的系统中已经得到了多多少少的解决。那我们来看，在 NoSQL 中，它提供的这个源语性的操作包括哪一些呢？我们来看它的这个源语性操作，大概可以分成四类。第一，前面的几类呢，是和数据的这个原始的操作是有关的。get，我们可以从 NoSQL 里面将数据读取出来；put，我们可以把数据塞入到 NoSQL 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可以从里面删除数据。那么最后一个 execute，就是说我们可以对要求的这样一个数据范围进行一些这个操作，进行一些计算、处理或者是分析。在典型的 NoSQL 系统中，实际上是执行了相对比较原生的这个系统的程序和系统代码，那么当然也给了大家足够的想象空间，可以通过 execute 来做到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查询的支持。好，那我们来看 NoSQL 它在具体的实现当中大概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考虑，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那么大致的两类可以分成这个 key 和 value 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 key 和 value，对应的底层系统是类似于分布式文件系统 GFS、HDFS 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我们可以通过对分布式文件系统进行一个改进，使得它
原生的这个 key value 的模式，可以支持上层的这种 NoSQL 数据的一个放入和执行。那么还有一个是从这个 schema 的这种角度来的，一个叫做 schema list 这样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在 NoSQL 里面引入了一定的这个 schema 的这个数据的属性，然后来进行这个数据的放置、数据的操作以及数据的这种查询，有一定的这个 schema， 然后它的 schema 支持的并不全，不像传统关系数据库那样全，但它是从那样的一个角度进行数据库的一个设计。我们来看这两种它的这种特性到底是什么样。 key value 这种模式它的好处有哪一些呢？首先基于 key value 它的数据的模型很简单，所以它在数据的读写以及操作过程中会相对比较快。 scalability 和原来分布式文件系统的 scalability 是一致的，所以它的 scalability 是很好的。同时呢，它的这个数据模型比较简单， model 比较简单，那么它也能够按照 scale out 的方式进行这种可扩展。缺点呢，就是说它对这种数据处理任务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并不是所有的这种数据处理任务都能够平稳的转换到这个 key value 这样的模式。一些相对复杂的，比如说图的这种结构，也许我们就需要这个上层的开发人员有一定的这个转化的能力，你才能用这种模式进行开发，否则会带来性能上的这种下降，或者说直接就不能做到。Schema list 的模式呢，它的优点我们可以看到，那么 schema 的 data 实际上它会相对比较灵活，因为它至少支持了一定的这种数据的描述，然后它可以保证这个 eventual 的 consistency， 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然后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分布的这种分布化的能力，那么已经有的一系列的系统实际上也验证了这一点，那么它可以提供一定的这个性能上的保证，那么之前做的一系列的这个系统也支持了这一条，但是本质上它的这个数据模型还是相对比较复杂，它和 NoSQL 最开始设计的这样一个原则还是有一定的不匹配，所以在今天很多的这个工业界的实际使用中，那么基于 key value 这种模式实际上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选择。那么它的缺点，那么与关系数据库相比呢，它还是没有办法支持这个 ACID 的这种 transaction 属性的一个保证，而与 NoSQL 相比呢，它可能又不是那么的简单，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它处在这两者之间，那么也同时具有这两者的缺点和优点。